啊，即摆就开始咧讲话了，对。即个巷尾伊外口有一个卖塔可，你若要买塔可，你来排练呢。即排咧，即摆大家拢咧排，因为小姐伫遐咧算讲，你若要买啥，伊来记。记了，伊就会后壁即两个开始做料理。即塔可。这是鸡肉还是牛肉？你看，鸡肉，这鸡肉，哈哈，结果这是鸡肉。我不知道，有可能。这皮啊，就是用的玉米粉来做，番麦粉呢，讲这简单就是安尼。这墨西哥人拢食这番麦粉，食啊，大家肥鼓鼓，哈哈。肥人不是讲一定爱食肉啦。这番麦粉足厉害，所以你若牛的这番麦啦、番麦粉，本来这番麦拢是咧做饲料咧用的，饲猪、饲牛的，各个墨西哥人啊，食番麦粉食个大肥个，看等下，你注意看，伊即摆切出来了，伊这就要放淡，切一切的这是啥？这是鸡肉，啥物肉？鸡肉，鸡肉啦，现在鸡肉再来去包，包。这个是这别行的，这别行啊，这是啥？三明治，这是三明治啊，汉堡啦，汉堡，内底佫有迄，伊那汉堡一个卖偌济？可能七百块。对啊，所以莫讲伊咧做好赚的，七百块我嘛是成本头一块银的，一块卖七块啦，七百八啦。这塔可的皮啦，对。现在包的这 burrito， 这里面比较多东西。这一粒可能是八块。可能。但是鱼肉比较贵哦，鱼肉。鱼肉是面包啊。对啊，鱼肉一粒个嘛是差不多，这便当只要八块。这不是便当，内底是迄玉米做的，迄像。洋芋片，玉米洋芋片，放在鸡肉啦，伊淋落去是啥？牛肉，伊淋落去是啥？看起来敢若 cheese， 迄 cheese 哦，迄当然，你来看，迄服务小姐头前个，你看起来迄个面，我看迄个印第安人的面，但是因这种人啊，伊拢讲因是迄个 Mexican， 伊拢讲因是迄个墨西哥的。结果其实啊，美国人你若讲是墨西哥人，迄个是印第安人啊。因即下无咧讲因是印第安人，但是伫美国咧分印第安人，因编伫内底是编白人呢，因咧讲因是白人。你今仔个买三粒就对了。三块，一块两块，三块也六块银，是本钱我也一块银了。咱今仔讲到这结束了。